我觉得要是给粉丝的话，还是要有仪式感的，就是小盒子，还有这种，哦，这也好看。盒，看这两个，不知道粉丝喜欢哪一个？我们先看一下，这个是软糖，对。这么长，估计放的不好使，不好放。先准备喜宴上大家的那种伴手礼啊，还有提的那种小礼盒的喜糖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嗯，我们先挑一些，但是确实不太好挑，我们转了一大会儿都不知道挑哪些味儿的。放了越多越迷，应该都是搭配的。然后我在网上看了，说一盒喜糖的个数一般都是6、8、10、12个，然后我们的盒子应该就是这么大，小一点的，差不多8个就可以了。可以，它那种类好多，嗯，所以就不好选。阿姨，你也挑一下。好，我给你看，你先挑。它有软糖，有硬糖，还有那种红色包装糖。分开就行了。先挑那种带喜字的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这个会不会有点大？像棒棒糖，得挑牌子的吧，是吧？来一个拼一个，还是一对拼一对？你先拿，我拿的水吧。这个可以吧？人家好像都是一对一对要的，我都是，咱都是单个单个要的，口味多。这个小生贵子，小生贵子，这个要不要？要，要，巧克力。这多少钱一斤了？18一斤。你看看我这都多少钱呢？那个18。这样呢？这样的看一下是去二十二。这价格还能优惠不？要了多？不能优惠了。哎呀，2、4、6、8、10，这个不够吗？640，640。哎姐，你坐这儿吧，旁边同事大老远的跑过来了，就应该要去听一下。上去就办正事啊，一会儿请他吃饭啊。好的。提前都联系我了，好长时间了，一直替这个事情操心。是的，我们打算给粉丝多准备一点喜糖啊。我们算了一下嘛，差不多得准备10000多份。就看着是怎么打包，怎么运输，因为我也想把这个喜悦分享给我的粉丝朋友们，他们都关注我了3年多了。这没问题，我们有印章，这个盒子它就比较的精致。然后还有比较，我还想有用那种网袋儿，像我们这边一般都是那种网袋儿。我觉得要是给粉丝的话，还是要有仪式感的，就是像盒子，还有这种，这也好看。看这两个，不知道粉丝喜欢哪个，都不能准备那么多，是，所以就是有点小心意就好了，心意尽量多准备点，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喜悦，是的。这价格是不是差不多的？应该，嗯，要是差的不多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看。嗯，这个我在想，就是要不要把这个红色的换成这个红色？我还想在里边放明信片啥的啊，可以、啊。但是我不想用自己的照片，我太自恋了。我想用那种卡通的，因为我的粉丝稍微有点年轻化嘛。我希望弄一些那种漫画的卡通的，就是也有收藏意义。可喜欢收藏啊，如果不喜欢的不喜欢可以退回来。退回来。现在有很多就是你也可以手写一段对粉丝的话。对，其实我有特别多的话想给粉丝说。感谢支持。感谢姐的支持。都是支持吧，因为像我的情况呢，就是从开始一无所有到现在。就这样一路走来吧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是挺孤单的，从小到大。但是那时候我就是跟我爸爸一块生活嘛，我爸爸他不太善言辞，我自己也不太爱说话。到我就是当了麦小灯之后，我就发现有很多朋友就会跟我发信息啊，或者评论什么，就感觉自己有了非常多的朋友。但是以前的时候朋友也就那么几个，说实话。是。但现在就觉得自己。人生也非常丰富，朋友也非常多，这种感情不是说拿糖衡量的，那是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就尽力多准备点，这也是一份喜悦跟祝福。对，我感觉你结婚以后就有强大的这个娘家团，有照顾俩，对，要娘家人挺多的。行，然后喜糖多准备点啊，没问题。来看这个小花，这糖价格一样不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是软糖。哎，对，这是软糖。那还优惠一点啊。比较省点的，该省的省，开始是不是？这个小黄鸭不错，那小黄鸭适合小朋友。对，这个新婚大喜，
可以吗？可以，属于你们的喜糖。刚开始好的时候，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处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。我那个时候刚创业，没有钱。哦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话，对吧？对，还离婚。在杭州的时候，啊，离婚咱不说了。咱女人也能闯出一片天下。对，但是就看着你特别的积极向上，我无数个夜晚就真的是看着你的视频过来了。你当时我也说到，就是粉丝给我写的就很长一段话，从我开始送外卖到我后边回家里跟我爸一块儿看病啊，包括我在家里做农活，然后又认识世豪，然后后边喜结良缘，他们就说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我甚至连自己的将来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我将来会遇到这么好的男生，所以我自己呵呵别笑，真的，是真的，我是用心去说的。对对对，所以说我觉得是好很重要，然后朋友也很重要，家人也很重要，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三个人。对，因为当时就是觉得特别的乐观、积极、向上，就是爱笑，法令纹比较深。那有困难你都是在解决，这是非常好的。我大概要教我第一个就是转弯，第二个要笑着面对生活吧。对，加油！我觉得你现在也挺厉害，就非常厉害。哎呦，大老板，女老板，没有，以后都是女企业家好吗？啊，我们都是女企业家。对，以后我们拍照都是这样。官方了，酒会。